听听看，旭丹，旭丹，你这个角色听说外表有点高冷，但内心其实是软萌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在工作上呢，就是一个雷厉风行和比较直爽的这样一个市场总监。你是市场总监？对。哦。然后他在生活中可能是，就是那种比较软萌嘛，然后就是一个棒棒糖就能哄好的那种女生。生活当中棒棒糖就能把你给，所以你们叫棒棒糖 CP。 对，比较简单直接吧。那你们的感情是怎么发展的呢？是谁追的谁？刚刚好像是女追男，像你是霸道高冷的霸道女总裁哈、啊，市场总监，谁来解释一下？来，浩威来解释一下你们的感情。好，我们的感情是怎么发展的，是吧？对。哎，这个事儿干嘛叹气啊？抽到有个痛处吧。可能在周心妍看来，他对陈默的感情是有变化的。是，但是其实，在陈默看来，对周心妍的感觉一直没有过变化。在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就深深的爱上了他。哦、嗯。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坚持和陪伴，到最后，我剧透、不要剧透到那么多了。对对对对啊！对对对，就是你是一眼就看上了这个总监，然后默默的去追他，对不对？对。心妍感受到这种爱了吗？我觉得如果有一个男生一直都陪你经历风雨，和他很真诚的去追你的话，说不定能成哦。说不定能成，这真的很高冷哈。来，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个棒棒糖给两位，因为这是剧中很关键的一个秘密武器哈。那不妨就请两位拿着这个棒棒糖在现场来演示一下五连拍，好不好？要发糖的那种，甜到腻的那种，好不好？很甜的，哇，1001的棒棒糖，来帮我们把麦克风收一下哈。真是糖、来，哎，啊，你走吧，我拿着。来，我们请两位给现场的媒体和观众来发个糖啊。好，往中间一点，往最右手边，OK 吗？好，再往后一点，站到最好看的光区里哈 ，OK 吗 ？OK， 好，来，两位发糖了啊。总共五个 pose， 一，好，二，三，浩文你怎么都不。